今天刘小姐想要点播一首歌给 J 先生， I love you， 这是 L 小姐想要对 J 先生说的话。你要把这个开心的感觉牢牢地记在心里面，永远都不要忘记，好吗？台视频道每周日晚上10点，真爱黑白配。日复一日，我们依照自己的步伐被时间的潮水推着往前走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渴望，勇敢伸出手掌握，在爱的生存之道上，你是十字路口的迷途羔羊，还是幸福路上的荆棘勇者呢？那么难回到过去，那过去那种